你看你侧面给观众看一下，侧面是吧？烦恼要点，有的人他真的很朴素，我当明明没能也被剪了呢。我看完了，恨天高把吐干了那个，对，他就是很正常。下面 size 都是下面 size， 不喜欢夸张铺张啊，你好。我太神了，张亚文你好，哎呀，主持在超短，都叫盖小外张，文雅也在瞪一下 him 看，你知道？这首歌唱下来，真的，刚刚像我讲的吐字、发音、转音等等啊，一等一的，真的真的。这个其实我做一个这样歌唱节目啊，最早一开名单说你想请到谁啊，那蒋修嫁来名啊，就是我这个极力推荐的。谢谢，真的吗？谢谢谢谢。其实真的，今天应该是说我今天有点紧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偶像，是我有点紧张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唱的并不是很好，对不起。哎，还有一点紧张了是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真的。真的不一样，那种感觉会觉得，因为我很少在宣传，是是是，很少这样子走荧光幕，你拢家己感觉家己唔是生做介水啊，有加可以，是刚刚好像歌唱也是怎么讲，应该是说还好而已，因为我感觉搞唱歌的人太侪咧，哎呦真，所以心目中一个偶像吼，所以今天要来真的特别紧张，真的会紧张。他讲他这个，谢谢谢谢，实在是安尼吼，那个连金币就当然啦，自己都是已经鼎鼎大名的明星了，没有没有，刚才叫宣传特别。拿了自己一个 T 恤给我说，说是张亚文说希望你签一个名啊，你哇，我讲啊明星对明星啊，你还过来给我签名，你是真给他给啊？真的啊，真的，你真的很欣赏我，真的很欣赏。哎呀，就当我来口嘛，拜托你给他签名。还蛮好说话的，挺强。但是我是滚球，欢迎滚球。你的歌我老早就是你的听众了啊。说一个这个名，在坊间呢，我真正碰到一个杜了几代，直接到 K 点家问讲。这也敲啊！我说，哎呦，听到他放你的歌哈、啊，我说，哎，问讲，你是不是这个连续剧的关系啊？因为有台一个啊，对对，长男的媳妇嘛，不能说的太标准，不然会剪掉。短男的媳妇，不过现在好像下片了，可以聊聊啊。这个是你唱的主题曲嘛？对。我说问讲，是不是就是连续剧？你被剧情融入了，所以听这个歌有感情，你才买这个张亚文的歌。他说，嗨，还不是哦，你坐我的车你就知道。人家一般客人家都是原套配备，我特别还花钱装了音响。我这个人我感觉塞车哈，那是讲这个工作一定真枯燥啊，应该是我上需要这个精神享受。真的爱音乐，所以我这个歌不是讲偶然看连续剧，老听的人内行人家听这张亚文的歌，我这个人不是黑白听的，我一听就知道你的听友真的不少。谢谢谢谢。虽然以前只有在这些频道上看你在。宣传唱片在 promo 的时候，真的很少看到你本人接受每一个节目的邀请啊。刚才说什么？本人觉得长得太平凡了，阿里想 cake 啊。这实在话，其实这是实在话。之前阿文一直尴尬，亚文一直觉得说，真的应该怎么讲？喜欢唱歌那是一定的，但是最主要的啦，我觉得这个脸蛋也很重要，尤其现在走在荧光幕前的，大部分都是很。非常的青春派哈，非常的就靓丽耶，惊讶，你看啊，是真的，这点有时稍微吃亏一点，真的，有的人说真的很吃亏，你就可以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长得比较朴素一点嘛。其实我一点啊，但是这个目前为止，他的这个装扮穿着，有的时候都是在自己的这个。这个习惯的打扮下，就最自然的方式。其实有了专人设计，可能又会不一样了。对，其实这个应该跟我的个性也有关系。我平常是不化妆的，就是一件牛仔裤啊，短裤穿着，拖鞋穿着就到处跑。那所以蛮淡的哈，对。所以如果让我上节目，也要装得非常靓丽，可能也是也很困难啊。我只尽可能说比较正式一点。是，不然你看你侧面给观众看一下，侧面是吧？烦恼要点。有的人他真的很朴素，我当明明没能也被剪了呢，我看完了恨天高把吐干了那个，对，他就是很正常，下面 size 都是下面 size， 不喜欢夸张铺张啊，你好。
我太神了，没有，我一直觉得实实在在的很重要，真正好，这就是健康的。三八的啦，都对啦。没有，实在讲了，我是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才是真的，真的，你这个歌曲听了绕梁山，不厉害，真正厉害，又转回正题啊！如果是我绕不回来，哦，转回正题。说了说了，刚刚那首歌，今天啊，我们要好好听他的歌。您真的锁住频道，抓对也在那大大屏看了，瞪屏看了。接着那首歌，别个个等啊，哦，在莫个等。内伤就对了，有的人内伤也甘愿。听你的歌，不是在操蛋，多用免吃药嘛。跟这个剧情啊，如果这个主题曲下对的话，我当下丢丢嘛，不得了。对，两个可以说互相的这个怎么讲，烘托起来哈。嗯哼，在这个剧里应该是互相了，得到了很多的听众啊。应该也可以这么讲。那么我是觉得，金家喜几出戏。他的剧本给我看的时候，我就尽可能想象里面的感觉，然后下去下笔写歌，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武侠剧啊、古装剧啊，但是里面的歌却是很流行的哈。对，不然还有英文歌词的哈，这种或者什么咖啡屋啊这种歌词都有。啊，奇怪，歌仔那歌中那，我记得也在跟这个咖啡屋在制作人在卖歌的时候，也没想到那个背景有时候接不起来，原来就是听起来这么顺，就是有配合他的这个剧本。对，有配合剧本。哦，怪不得这个唱片，据我知道，你们公司自己来讲哈，这记录中就销售了十几万张，将近20万，对，但是这个盗版是挺凶的。照理来讲，盗版差不多卖了三倍啊。有差不多，因为以这样子，每次盗版一询问之下说，差不多卖了几张啊，卖了多少，加起来差不多50几。哇，天哪，这种销售量是不得了的啦！那接着恭喜哪呢？杜了这款的歌手，炸的新店能给俺老阿楚再来搞。好，可以再多的加多的吧。其实这个也长，合约又长，不得了。结石累累啊，请上你这位歌手的话。没有啦，其实我是觉得，我从一开始就在这家公司，那么也可以讲说是我的恩师嘛，就是尹川老师。这个人就我干净。所以哈，虽然我没签约啦，为头该不会我弄没签约，但是合作愉快。对，合作很愉快。啊，是，而且这个算是雅文呢，是个工作狂热的人。不是讲安尼人，好人这走的话，自己也参与制作跟作词作曲。对。应该是全部新歌的词大部分都自己写，几乎啦，几乎每一首。音乐的造诣跟文学素养没有，我觉得我这个真的是不要来讲，对，应该讲兴趣啦。啊，最主要的是安那熬欧北兄，欧北兄的欧北相啊，你好，哎，从小就喜欢这样突突。啊，真客气啊，那糊里糊涂就这么红，那还得了？就糊里糊涂。那但是演歌技巧真的，现在讲的像你这个年纪来讲是个年轻人，离机关来刮哈 ，slow soul 这种中版的歌啊，听起来最容易让人这个灵魂沉淀下来，随着你词意，他就会走进去哦。哎，我那听了到底连溜都不会绑，你知道？对不？听歌还听歌，棒溜还棒溜，听了再来棒。上次上完节目啊，我去美容院洗头，大家都嘛讲，哎呀，你昨没播出，迄早跟他开始搞唱。谢谢。说我说的介绍你的时候也很贴切，讲我呀搞唱了，我真亲切，这个人真亲切，给人家看了觉得很舒服了。谢谢谢谢小队。也当然他们也顺便赞美说，我说话也蛮实在的。我今早跟他开始我呀爽水啊爽水。开始，谢谢。不过还好那天这样赞美，哎，那一个笑声就把我们打圆场了一下。哇，那恭维根本想不到呢。其实很朴素的这个。但是今天我发现有进步哦。真的吗？吼，他刚闻下那沙口，我们在下面写，我说不会去。今天你欧大班，请他继续。谢谢。其实我喜欢黑色。喜欢黑色哈。我喜欢黑色了，白色都蛮喜欢的。头张哥呢？吼，色多一个阿布啊，你哈。怎么样？真的，其实小哥私底下加哥鬼，光哥鬼好像有点年龄层，光哥兄也是一样哈，应该说哎还好，其实还好了，因为小哥私底下有给我一些建言，我觉得很不错，真的很好，所以这张新专辑呢，我就比较大胆了一点点的突破了。哎呦，又出新歌了，大家先给他恭喜一下。谢谢小哥，可以说是个出片量啊，大家是。就应该知道，那一直接连不断的，这个标题叫“刮青也消了，卡西当陪伴”。哎，说到这个唱歌啊，那个之前我记得来请教你，哎，这人就避暑了，个拍谁？
讲讲一讲啊，大家了解他声音就好。那见到别人时阵啊，不知道会不会说不能接受他？最近看你上好的有台的节目，后来刚刚哎，这个新房你已经突破了哈。其实还好，其实也是小哥的谏言嘛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是啊，你没还落，我跟你讲，一回生二回熟。我现在越看你还觉得越娇艳呢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要不要，那因为那上节目的次数多，自己也会注意这个播出的感觉嘛。哦，对对，自然你也会不知不觉的在进步。对对对，这个不管穿着打扮各方面。其实今天来我还是很紧张哎。哦，好好。所以我一直不敢到来的时候不敢先到后台看你。啊你哦啊，因为我真的感冒了，真的就很担心，糟糕了，家里唔知变哪去。好好，啊你好。今天的装扮唔知小哥唔知感觉讲啊真正。做朴实，做平时啊，然后我就讲阿达都，希望你自己也了解，来侧面给观众看一下。哎，我想说，这个平的，我应该不会再讲这样子了。你自己了解，他平大概加等平时，但是我要拍平的就是，但是不要紧，咱来做客的点多，做客的点多有负担，你知道。在医疗什么数字，对吧？下面说在脑什么反应或抗体更糟糕，猪猪连连的吼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太太汉朝的家伙，胸前伟大。结果这我就是讲伊饲囡仔了，拢免饲牛奶啊。哎呦，电动工要这么丰满的人反而不足了。哎，所以可不见得，有的人三散了哈。以后这个所谓女性的天职，这个都不用烦恼，只是说外观啊，其实也可以。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啊，健康都好啊，健康就好。而且这是智慧的象征。主人爱想到立足点，就是信心十足。所以你穿瓜拢安尼拍摄，你都给他停起来，没听。做我这个有这样子吗？没时间，穿得很好，就是这个怎么讲？私下的反应，你里面应该就是心里的有一个阴影，你等下。出色的表演，这样子我不会唱。好，你无看单小魂哇迄落，所有物件捧出来大家欣赏。看要这边我就欣赏，加这边搁欣赏这边，嘛是安尼好啊。大家话讲，哇，嘛是俄罗跟伊心头心在赞啊，其实也不错了。东方人这样你是其实是标准型的，谢谢。是歌星常常要保持他最这个怎么讲最好的状况，对，最好的。你平常都怎么保养呢？吃麻辣锅。啊哈，麻辣锅，对啊，那不是调羹够有刺激的，刺激我脑壳开了呀。哦，阿尼哦，哎呦，你辣我喜欢吃辣的，反而更宽一点。感冒也吃辣，不感冒也吃辣，喉咙痛也吃辣，反正就是没有辣的我就吃不下东西。哎呀，那真是许梅告阿那不是本省姑娘，叫你来讲什么四川人呐、啊，湖南人家的爱家也一样没有呢。我的最爱家也没有，哎，应该是说小时候开始吧。妈妈喜欢吃辣，那时候家境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嘛无什么菜，多点加几行菜，都是咸椒加导游。哦，那它开胃的，嗨，啊，就这样子就吃了，就觉得哎呀，真是下饭，好吃。嗯，哎，算是屌屌，所以这个饮食的习惯，生活里就这样培养起来了。嗯，那我是觉得女孩子都是喜欢这没什么领子的衣服。这一节如果让它保温，它就不会感冒。保温呐？哎，这是真的。套头是不是？哎，或是有的时候必须的时候就要戴个围巾。如果你觉得风有一点凉哈，这个是扁条线的附近，这里一失温就容易开始了，呼吸道这些问题。对，这外来行啊。哎呦，我说什么是各种各大的流行感冒，我都没有缺席过。真的吗 ？A 型的、AB 型的一大堆，哇！我写完了讲凄惨了呢，所以药物常常在我身上，有的时候小便都还有维他命的味道，还有抗生素的。后来都是一长嘴，那都是假的，小强就是。不过你吃火锅，我还第一次听到。那你是吃火锅声音开了，那总要排出来，那怎么办？那嘛是假干咳的。没有吃过的人才会这样子嘛，才会说哎呀拉肚子啦，然后肚子不舒服啦，那个都也羞羞啦。其实还好，也练就好了，出口入口都，有进就有出嘛。哦，那都是干呼哦，那不得了。你是中辣还是小辣还是大辣？看什么地方的辣嘛，南部的辣有一种毒辣。他就是要用那个很小很小的汤匙，然后一点点的那种就不能很多。朝天椒那种滴滴啊，对，哇呀没。然后另外一种辣椒是它名称叫做天下第一辣。然后那种辣椒就可以加多一点，在我的吃辣的那个范围之内。哇，这个级数不得了，不得了。还好啦。想不到辣椒还是一种把声音给使它开音的一种方法。可能我对我的喉咙应该是讲我的感觉，不用想较腥。哦，
太宠他了，反而他一点点刺激他就糟糕了，无声啦，倒嗓了啦，怎么样就不能唱了。连都那个拖把子，拖把实在是不好看的，真是。保护喉咙另一张哈，这实在是不好看的。其实我都不敢吃，我吃了搞的话，当场三缸都无声。真的吗？会这样子吗？不要说出口入口出口都不太能够接受。小哥不吃辣，真的还讲？吃了，别再处理下。我个逼干那叫色点片，还唔食个龟心窟窿全干。来口拢淡去啊！来三来口专瓜呢？可以这样子很好啊，排毒嘛。哎呦，什么排毒？我还喷火呢。流汗不是排毒吗？这个今天听到你这种歌路啊，奇怪，我哪呢？说安尼吼，刚刚诶，未记用家己咧主持节目咧，真的吗？啊，未记去啉水啦，你咧唱我那点啊，海涛海尾啊，你实在太好唱了，杜德利啊，现在听觉方面真的是一种享受。才能上节目，加上你这个亮相以后，观众日后慢慢就接受你的歌跟人了。谢谢。哎，这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很好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没有被被考啦，考什么事，然后没有像上一期那样子，哦，真的是满身大。这里面讲刚才讲的一回生二回熟哈。身材的已经通过了吗？刚刚第一关就已经讲了，所以我觉得其他的就好像也没什么了，是是，不会太为难你了。不，我们节目接着播出，有什么一百集啊，就要送礼物啊那些，还是会麻烦你了，要观众猜你的三围就是。哎呦！麦克有惊死，不过来到我们节目中，天哪，你有好瓜的值回票价，谢谢啊！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，真的是嗓子不好。这么好的是喉咙，真的还这么客气。然后台语歌开它，也在慢慢的改变歌路，有的走点像国语一样流行歌。哦，对对对。例如刚刚唱腔就不一样。有比较西洋味道的台语歌啦，啊，五卡新恩啊的歌曲。但是你这就是非常标准。啊，那这怎么讲？比较成熟一点的人，传统老音乐的歌曲。对哦，对哦，对哦，在这个里面也看出他的功力。有的时候他在这个出来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哈，害我吓一跳，我以为会看出年龄，看出功力。以前会这样，我声音大概蔡依红小姐会用到，因为好像共鸣上哈，有时候可以转换，两面的丹丹，两面的。喉音啊，情感的表达，对对对，应该是。我主要是万谈的时候用这个声呢，但是会不会很伤喉咙呢？我是觉得不会，因为它都是带过去而已，那是只是装饰音而已了。是是是，那也不能藏在那个音上面紧磨了。对呀，对，磨久了也买六婆的，对吧？真凶，真凶啊！好啦，好啦，真凶。是是。说到张亚文，哇，公司对你真好，哇，片头片尾好几首，真侪啊，阿哥先生，哇，屁股呆熟哈，也是有挤得近一点，比较。你来唱唱看，我一直觉得好像泰国歌给他讲，哎，一个去文的翻译，你唱的行啊，比较像泰国歌，就好像有点像。你来诠释一下，不能要把它穿着，还是有学问的。不要说我们唱的资历比你深，还要跟你讨教的地方。不敢，小哥。说了就是啊，张亚文这公司这样子 promo 这样宣传了，名利双收就在不远了呢。啊，如果说这个有了闲钱，哎，你是太客气。这个怎么讲？工作量一多或者什么，自然而然怎么讲？这个知名度。跟收入是画上等号，慢慢就要开始了。啊，耍了，像聊聊你内心有什么一些愿望想完成的？如果说让我有钱的话啦，其实不急嘛，不要紧啊。但是拿过名利双收了，黑的东西，我希望将钱呢能够以父母的名义捐给慈善机构。哦，这是我想想要做的代志。我以前第一次访问你，好像也是这个愿望，还是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，假微贷啊那，没有了，并没有什么说一来就想到什么酸啊的哈。红宝什么蓝宝各一套，身外之物嘛。哎，这想得蛮开的，这样的人最快乐啊，就是不会说这个怎么讲，有一些怎么讲是比较哎，有点交换或者这样。小哥嘞，小哥现在也是名利双收啊。我名利双收啊。对啊。哪里哪里，这个有什么愿望？格局不大了。你说省吃俭用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大概活个几十年还可以。那不跟你刚才想起你这个愿望来讲，那你这个就怎么讲高风亮节多了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我觉得能够做的尽量做，而且我觉得身外之物，如果真的有这么多钱，或是说我们生活过得去的话，三顿会饱，而且如果哪讲好你做这钱，你三餐才吃几碗呢？
然后如果让你房子非常大，你睡才几寸的床、啊，是 是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能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尽可能付出了。当付出加起上好气啦。对的，我们其实生活里面有的人说很苦啊，像自杀率很高，都太多余了。对对 对。我们人真正的生命的要素就是阳光、水啊，跟也可以保暖的衣物啊，对啊，跟一个能睡在，也许是不用什么多昂贵的床，嗯、就是那个小房间，光线不要刺激到你的眼睛。你睡饱了以后，哎，明天就可以哎应付一天的工作，啊，那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，应该是想要的很多了，需要的并不很多。还是是跟他聊天还蛮不错的，你越来越会聊了。谢谢，谢谢，很有聊了，很有聊。那我们待会儿再聊深一点。嗨，啊，今天来再听你，因为还带来一首歌叫《三心两意》啊。对，三心两意，这是三心两意，嘿，新瓜，新瓜哈，哦，又有出新片了。歌曲，对，就是雅琳那张专辑里面的歌曲。哦，算什么陈建迪啊？你又继续聊，我发现你这人，完了不等讲多，什么都聊的呢哈。接下来就先要打个招呼，都可以问问吧。可以啊。啊，不是，那没有关系啊。嗯、你还来跟我的放心吗？就是说名利双收之后，哎，这个艺人也知道，有的时候在流行啊。对。流行什么呢？都、就是跟譬如讲那东方人啊，哎、嗯，这个有的时候想修改一下门面，哦，都是用美容这些东西的啊。但是东方人都比较平板一点，总觉得这里加一点，那里就会好一点。啊，那名利双收之后，主连怼，啊，门面也要稍微这个。自己觉得像这方面的这种概念能不能接受？动一动啊，我倒是不太能接受。哦，你觉得看了孙啊都好？我感觉北部好的呢，只要是健康的，是是，不应该去做很大的改变吧？这样不是很伤父母的心吗？那我也觉得应该，对啊，天生自然，而且我觉得像父母，如果在那边哈，我感觉每一个囡仔拢是爸爸妈妈的宝。啊，印出来，对呀、啊，那你这样子的改变，父母一定会觉得，莫非我生做就歹。但是呢，我知道也有很多成功率很高的，果然他动了就觉得，哎，讲不出来，就觉得不错啦。但是我觉得漂不漂亮，心比较重要吧。哦，那我是觉得看法又是另外一种，我是觉得美是要追求的啦。有的时候是有一点花出一点代价，可以忍耐一下，或者啊，是紧张的心情改变后，终身美丽也不错。小哥嘞？你说我啊？对啊，我们男如果想改变的话，整个你会想要？哎，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哈，我也来想想。假如你改，你会假如啦？假如你会觉得这个鼻子呼吸会不会困难？不是，我个人觉得自己一定要鼻梁很高。虽然是塌了一点，但是呼吸还顺畅。这种好，这种不容易感冒。我不容易感冒。什么滤过性病不容易进去啊？啊，小哥。对啊，平安这样倒的哈。哦，那讲到平安不要紧啊，哈，讲平安你也不要紧嘿。那个讲白，我前面这个再往颈部下面看，有没有什么地方要调整？我脚趾头还不错，是应该不用。这其实也要勇气的，虽然科技这么进步，不过我发现了，这个有些同事们动了一下，哎，都成功。而且这个专业的美容师，会有后遗症吗？不，都不会说很贪心，说像以前加的很多，他们都加一点点，比原来状况好，又看不出来。哎，你说我啊？对啊，如果是小哥的话，我的五官自己也看习惯了，习惯说再来改，观众也觉得看出来也不好，也是一种败笔。一撩开你已经扁了都没意思了，对吧？对啊，所以也来不及动了，大家都熟悉了，真的要动哪里？我想想看。脚。脚还不错，我的脚。你脚还不错。再上来一点。卡到我。啊，弯杠有困难哈，应该是要不要跟他的女回。哎，再上。上不去。哇。洗澡的呀。那出什么难题还谈？我倒大凳哎，门口我这边来。你的歌啊，自从来上节目送给我回去听啊，哎呀，还真的不错呢。谢谢谢谢小哥啊，听他讲这点，我也是耳熟能详啊。谢谢。那如果下次你要到国外有秀场的话，记得要拉我一把。哦，秀场的。谢谢。哎，这说了说了，待会我们来聊聊秀场。好，先来跟您这个合唱一首歌曲好吧？你来一首，我也来一首你的歌。好。啊，我还记得有一条跨坡来的歌。哦，也是最新专辑的。哎，也是不错。也是雅文自己写的歌。啊，刚刚嘛是有女性的这款的，这种不是弱者。哀求无奈。嘛不是弱者。对了，不是弱者。比你无情的搁在你后边。对对对。那无就准耍。觉得最后一次我做工地秀好像哇，是完了两三年。好久了啦，已经很久都没有怎么样。听说艺人也蛮在哀哀叫哈。对呀。怎么这个怎么个经济的一震荡一下？对。
好多这个表演的机会没有了，对，都没有了。那现在你们如果有表演的话，都是接到哪一些？庙会啊，哦，庙会啊，都是庙会比较多，但现在也慢慢的比较少了一点，也比较少了，对，可能跟景气也有关系吧。景气啊，还有呢，知名度慢慢提高了，那主人都一点讲条件，一点条件，对吧？提高是不敢讲，有些业者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卡扎摸摸狼的，对吧？那个安利啊，他们不忘记看到我们在成长。哦，对了对了。哦，现在呢？但是雅文是没有涨价。哪里一场多少？哎，啊，这个不能给我们。不便宜呢，哇。啊，小哥的嘞。哇。要折美金。哇。我的听到了，我的价钱应该说哦这样子，听到小哥哇。哦，真的是。工作啊，有的时候真的。这个大家不要认为我们不好商量，其实有的时候旧的处理就够了，不如有了一通电话来，哎呦，就欢喜了。对了，一上台本来讲好40分钟哈，不过几天马上我们都来。哦，真的会啊，这样子不错嘛，干劲十足。更加热了，不然。那业界的心声啊，我秋瓜婆婆了解你说。哦，喜贺大哥，我跟你举个例，你喜丹台湾呐，是属于台湾的南丁格尔。哦，他在做火书的啊。哦，我算港督，我较早我那在那个火山谷里服务的。讲夹边啊夹骗子落来吧，我讲你调整到冰城了，那算个东东输鬼不东输鬼。你这种个性是咧边啊那样偷看迄种，你哪来讲？看哪有心中歹，看迄好多更不认命啊。啊，不过咱讲这雅文其实阿未出唱片进行真正做好书。做你好书。做你好书啦。你唱就装个牛鬼鬼赞伊咧就。要不两赞尔，要不然。哎，神家拢爱牛，你唔知啊？干嘛呢？爱牛啊！到国战时都爱特别生。你是安尼牛啦，用看到知啊？你怎么？哇！为了就老型仔仔。会申请专利呀？尤其这个老型仔仔医生啊，你看他听爱像啥，我才归仔啊。哦。哎呦，医生，我别多特别醉。也袂啦，过少一点钟啦。正经，我听下都知影呢。哎，听到什么时阵你才讲真正要生啊？爱个会讲叫迄种，记得啦。哦，有啊，你叫特别生啊啦。正经，你问个早人，你问干嘛呀？大家把生个东西问干嘛呀？有影呀？真正假？正经的啦。我不生有影无？干嘛生？我当时我想要，我想要当妈，想要当妈的时阵要生啊？没啦，会艰苦啦。艰苦啦！什么时阵来当妈的？真是好舒服哦！你得一点工啊，平家一平家，这伟大工作啊！啊，那意思。你是咪？你敢读这科？无咱去做护士助理。我唔是读这科诶，我较早是做女工。啊，做女工。啊，因为以前我爸爸有讲吼，做工啊人诶囡仔吼未出头天啦。讲做工啊人永远都是做工啊人，啊做工啊人诶囝嘛是做工啊人诶命。哎，以前我就想讲，我绝对不认命，我绝对不爱认命吼，所以我就去到这个台中市区哦，进一家诊所，我就先去甲因讲，我来挂号嘛不要紧，我来学习哦。听讲你第一间诊所是去华流科的哟，听哇，去做半工都做袂到呀，我那住下一种哟，你怎么？上人头一科就去，上头一间就去遐，你听人讲，听人讲。伊的名我讲，伊不去华流科。泌尿科应征过，啊，那头前拄着人去多少例就对啦。我是边啊，是边啊，西药房你买感冒药啊。我食消炎药。感冒药啊啦。伊早期贺大哥中风的时阵。靠腰啊，颜面神经啊，中风中个死啊，中风。讲话歹听，跟他们说。我那个多伊在做护士，他在你出桥要车弄掉时阵，你娘你讲做歹听听看。他在唔拄我呢，去他就一台车的时阵，你讲就最好听对不？他在多颜面神经多好无爽快的时阵，对，不断医生灌来的。那是高尚的病啊，高尚。对啊，哦，护士无微不至的照顾呢，这种爱心啊真正好嘞。是啊是啊。虽然他有咧公器公公雅文其实做很多的这志工义工对不？对，有在从事啦，但是我感觉家己要做了不够。听说你还曾经用身体去挡。土石流啊，我用钱给你懂了没有？没有啦，搞咩啊？因为以前土石流真严重，我讲过。不是，是为了要做一挂便当上灾区。哦，便当。啊那一餐呢？我那区是一餐要几千个便当。啊，原本我增加是老做长嘞。嗯。啊，后来就是精彩啦，啊，佮做一挂，整个都断掉了，啊，全规拢剪掉。但是，我以前佮拢唱便当安尼破产。不要赞两百，那可不会减财呀。但是在这做过程虽然忝，虽然无用吼，但上艰苦就是便当做好啊，送袂入去。哎呦，那心内就足艰苦，艰苦讲啊，内底人佫爱饿一顿啊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哦，不过这个感觉真好呢。所以，一般拢是要做啊，这种义工啊，是要做啊慈善，这种心理哦，大部分一般有到一年纪的时候，我都了解。对。再像一些少年，我都体会这种。我记我进前有当过一个欧巴桑，差不多比较九十岁啊，打工哦。拢咧做事，你我都等下老的哦。系啊，还拄啊好咧。我都咧拍球、拍高尔夫球，拄啊边啊有一个欧巴桑。伊是伫啊，伫边啊嘛咧拍球。无啦，伊咧种菜啊，你啦。我都规日问讲，哇，欧巴桑你几岁？用差不多要九十啊。要九十。要九十，你还要搁做？伊边在甲阮讲讲，其实人都爱做。伊讲做是乐，家是福。嗯。咱这世人，我都加减啊做的时阵吼，来枵啊，枵的时阵再来吃，就种福气啊。嗯。啊！你啊，规工拢歪做事，电脑也袂使，腰食物件嘛无感觉。哇！想袂到亚文在即个这么少年的话，都体会这句话，你也想看嘛？哇！这种咱无个亲切，咱会使。杨凡大师，你讲话实在真好听哦。喏，哦，你这么讲话，跟他一头什么？咱台湾怪的知名的一些什么大师，赶快呢？不一样。哇，差不多。好像横竖法师的讲话。我的心里也会很舒服。本来你这种爱心是天与生俱来的啊，平常心讲。我感觉每一个人拢有这种心，只是讲你要付出行动无。啊，如果你若藏在心内，迄叫做同情心；啊，你若讲化作呢行动，迄就是叫做爱心。哎呦！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呢，咱都将这种的同情心呢，给付出行动呢，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会更祥和。哇！听到安尼，我目屎咁样流落，你看嘛。你目睭啊，细你看拢无着目屎。但是这侪年来，我一直感觉无法度感化到贺大哥。啊！这是我足大遗憾。这个跟精神同款，没个好腰啊。无，这个我身处你也教我多啦。你也搬来我遐住，用身体力行来感化。用身体来给你感化。无啦，我袂安尼，我操，两脚嘛受伤，我无多啊，对不？你脚受伤，你还有手咧？唔是，我脚就袂掉啊，变脚就袂掉。人啊，人的唱歌唱到予人个引起共鸣，就是这种歌，这种歌声。你刚刚听的歌，刚刚真恐怖。但每一字每一句唱出来，有画面一样。啊对。看那看，哎，每一个歌词啊，咱就是有一个画面啊呢。嚯，天生的这个歌者都是安尼。对啊。我唱歌够假音吼。假音。哇，伊唱歌其实哇，炉火纯青，伊就歌唔知变哪唱，那我都唱啊假灵好啊。所以讲这人啊。没有十全十美，无就去转是咪？不一样啦。咱凭良心讲的，咱凭良心讲，你即摆伊现在是真朴实，很朴实，对吧？可是讲啊，他不是那种很招摇那种、那种，哎，就摇一种。哦。但是老天给他的这一段就特别好，哇！哪一段？这一段啊，脖子这一段。哎。下一美包分的心脏，对不？你意思讲，伊下一美面包伊一切要？唔是安尼讲，我讲这方面特别好啊，你啦。所以你看嘛，以前我定来讲贺大哥。伊其实规身躯上水的所在，你都一样，小腿。对。伊吼，伊脚呢，拄好呢一条啊囝呢，迄大波人哪有可能迄个小腿无迄根筋吧呢？拄好我一条啊囝真水，迄水就叫我讲断啊！你看。好呀。你别讲好听就。我不是我唔是啊，我讲白啊你啦。你用。较早养饭吼，好，迄头毛乌心心安尼好，规个头毛看起安尼非常少年好看，但是即嘛秃呀吼。那我吐，无我吐，你看这吐呀，张老师变喏。不然卖公蛋，我们讲他的，这个以前的张雅文呐、啊，这个在其他的频道我跟他合作过啊，她是很感性的女孩子，很感性。对对。就是她做电台的心，我都公安那人安卡电话来考一种我，这就很厉害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台中什么电台过你做哦？我暂时先休困，因为我申请要去国外当志工。啊，还比外国啊？唔免啊，我都需要人帮助你来我当志工多。莫啦，莫发这种观。我即马辛苦无方便，真冤。你着请，你着请伊着看护就好。阮这咪专门咧讲西洋区的。我叫一个菲佣说啊，说个是别人叫走。他说，好做料就叫人走啊。是，你讲我卤我就讲过个呀，对吧？其实呢，在唱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觉得盗版的冲击很大，因为一直和我想讲，是不是都爱休困一阵嘛吼，啊来做志工啦，来付出啦，多给善人，说不定呐吼，咱的片也会当卖了好，啊而且佫无盗版。其实实在我唔知变来去阻止人讲，你卖做盗版哦，因为当然这不是真正正当的一个行业。后来是阮头家讲无安尼啦，我规期吼，我有抓到几间吼，啊咱好我来甲伊讲，我们以和善的方式哦，以头家这边和善就是讲做和尚的方式去甲伊讲的对吧？和善呐吼，较善良的这种方式来安尼交流一下吼，看一当大家不要卖什么拢卖什
物拢呛乌多嘛，对不吼？是啊是啊。啊，就讲卖安尼，伊的迄种方式。结果坐落来讲的时阵，吼，我头家听到愈听愈生气。安尼，安尼啦，你甲我讲吼，啊，阮亚文的这地你倒办偌济？这边讲十几万，那边讲五六万，这边十几万，加加起来三四十万。吼，我咧头家真正俩讲，讲我家己安尼卖得要二十万，恁家卖三四十万。哎呦，那你看我这个，所以业者怎么生存？但是一个你倒办的有法度，甲咱安尼小轻贵啊，咱这种有当卖无好的，其实叫伊甲咱倒办起来。哦，不一定比较好一点。天空早期是安尼的。哦，不一样。早期有的。A 版跟 B 版到底哪一边？对，对对对对对。不过咱讲正实的，这社会主要爱哪？爱有是非嘛？唔对就是唔对，对就是对。不然，最主要是讲啊，人家要到你的，还是看你得起啊，对不对？对了对了。有人比个人到了不会到啊，对不对？不正经是安尼啊。啊，上好是买啦。对了啦。所以呢，这真正不是正当的行业，尤其你买的人呢，你嘛是咧做业。感恩啊，感恩啊！美术最好，是是是。感恩感恩。实在我也太搞笑了。是啊，他介绍这樱花姐妹。Sakura Sister。哦，以前咱拢看了曾雅文介绍秀电视嘛，吼，简单的邀请伊妹妹来个联系。亲小妹，赶快介绍就伊。两位是这个港北港务生，吼，这个这是个妹妹，两个相差机会哦，是是是，而且机会无足哦，差不多十个月呢，所以讲是连终生个对。但是一波拢看到曾雅文的电视顶管对啊，曾雅云很少上电视哈，很少。为什么呢？看袂起电视啊？没有，我没有，其实没有真正的踏入这个圈子，那也没有算踏出去，奇怪，我的立场蛮尴尬的。哦，也是跟疫情樱花姐妹群拢是咧成天做秀对了。也不是，我也是出关于录音带了哈，拢是跟他出短的，翻版歌比较多。这样宣传，我从来没有上，很少上电视对了。可是他们的唱片卖得很好啊，那歌太好哎，你看，刚中啊一股啊，这种轻快的歌，你要听出好听的歌不简单的。嗯，伊两个级别来唱，可能呀吼呢，呀吼呢，可能呀吼就好听啊。你搞起比形象，所以听安那拢好。所以胖的外国，所以人讲你的偶像是下面两贺大哥的，詹雅云。谢谢感恩。你偶像是咩？我都未想你遐尼未见笑，我是詹雅文。好啦，咱我先大声一点点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莫来今日讲哦，伊用苏兄苏妹，咱怎讲？曾雅文其实长期在慈济功德会里面做一些义工吼，起码跟妹过来做。赶快，赶快！哦，那莫妹妹都一样，妹妹呢是伫这个。我也是在慈济啊。在慈济哦，奇怪，咱买慈济，咱冇多过伊吼。你是咧慈济理发厅内底抓的，是？公司慈济，那我没功力很大。是你讲，你那个偶然。慈善的拢好啦，慈善的都很好。啊，慈善都可以。我听讲你两个拢有假菜吼。啊，对。那假菜是安怎？偌久啊？假偌久啊？假菜我不会钱啊，钱啊。就哎，我跟你了解嘛。十超过十年了吧？十年了。我前下假菜人。我大哥，你嘛假菜啊？嘿，以假菜配吧。那我没讲，我刚第一个假菜，刚刚假给讲，你讲没？是啊，你讲。打个龙三扇啊！你麻烦你把双手下垂一下。什么叫双手有下垂的？你看没有？有啊。嗯，真正中华来都中华来，你看无？哦，你用肉丸就对了。嗯。但是对方是手的哟，我手的肉丸。我跟我拍片足恐怖，阮足想要讲头家啊，但是我导游个问了。我两位听讲有一段时间想要出家哦。这是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啦，那两个有安尼想法。你讲二十出头岁，讲今麦是四五十岁啊？无啦，今麦是二十痛啊长啊，加痛啊短时阵。以前那想要出家，想哦，为什么呢？妈唔知呢，都两个我们两个姐妹的个性就赶快呢，啊想法嘛就赶快呢。然后那时候有参加真济些佛学营，啊嘛参加佛学班，都感觉讲哦，就向往那样的生活。你们两个大概姐妹有那种心电？相连啊，那种感觉吼，比如我拍你买听咧，是咩咧？没有。我咧想死啊！我咧拍伊，我感觉伊买送啊。这边咧，这边咧。还不至于啦，但是我两个姊妹啊，感情好加工。自细汉咧困的是两个拢男咧困的。哎呦！真的哦，对。真希望我，真希望我是你弟弟。不啦，级别在那边困啊。对，按的好多，所以这个表示因为有讲不完的话。啊，不过姐姐想要出街，妹妹嘛想要出街哦。是，嗯。那安尼想哦。对啊，迄东西拢安尼。但是后来的话，甲讲哦，其实是那时候太年轻了，想法太冲动。其实在家修啊好，出家修啊好。对啊。啊，咱只要心诸身，然后好好先生啊，有好是大人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对啊。听人讲，你看嘛，你感觉见笑不？我安怎见笑？我是要安怎见笑？你无讲清楚。方哥很孝顺。我听无毅力。有时啊，我讲人在家修出家修啊，你咧？
这个不出家不出家。我家在拢有咧修，我猜你拢唔捌咧修咧。我无咧修，我正个定来修，无咧修。无你有卡有够讲啊咧？叫做讲卡修，知影无？讲卡修。所以讲两位的感情好啊，我听讲你的个性跟妹妹其实无同咧，妹妹很迷糊诶。哦，我超迷糊。我很独立啊，妹妹较迷糊啦。我也比较依赖性。啊对啊，對听讲伊妹妹哦，我偌迷糊诶。咧食面的时阵呐、啊，胡椒甲牙签到底个掺无起来？吼、哦，听讲要去冰箱，想要去冰箱内底摕物件，结果诶。啊、哦、没有，我是要冰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谁爆料的？他要冰水果，我要冰水果，就把我的眼镜拿去冰。伊迄个水果盘是要捧入去，结果水果盘啊放外面，目镜甲冰入去啊，啊水果甲放外面。多迷糊啊！要包冰冻，听用内裤包起来。我的冰冻盘都真好看嘞，够、欸欸、累死啊！好迷糊啊！有当听讲要困的时候，问伊人讲啊，你几时？有很多歌曲的都是张远自己写的歌嘛，这是这一点呢，我想大家很对他这种。才华的感觉很意外。我下跪下跪，听一百几条，百几条，不止吧？将近两百首，将近两百首。哎呦，有的是自己写词，有的是自己写曲，哇，拢有啊呢，才华洋溢。哎，我头咧听唱歌，会感觉讲妹妹甲姐姐声是完全是同款的呢。不是姐姐低音甲姐妹妹较少哈。我的假音比较多。我听得太有趣了。不过两位哦，哎，妹妹再来谈一下你姐姐哈。哎，姐姐有没有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对哦，我觉得他天不怕地不怕、欸、姐姐什么怕都不怕。对啊，我怎么不知道他怕什么、欸哦、真的还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个超大胆的。哦，雷公专谁呢？他连鬼都不怕，我超怕鬼的。啊、你连鬼你都不怕，所以你看到彭家家的边上也怕。没有，因为我唔知咧，我常常会碰到灵异事件。哎呦，但是就习惯了。深度空间吗？啊，就两步都好啊。其实每一个人有惊，像我就惊坐回灵机。啊，真的、啊？真的哦、啊，你敢坐飞机哦？我真正我唔敢坐飞机，我刚才算兵嘛。啊，对对，坐过飞机次数很多很多，而且我还看过跳伞。你以前跳伞？看到过我们那个飞机栽下去哦，那狼啊，那狼进来，那吓死人！我都哎呦，真的、啊？真的真的真的。所以用你无一个经验，你就会惊啊。所以我驾坐飞机，唔想惊伊搭落来。嗯。伊安尼咧摇，惊飞不起哩。唔是唔是，伊安尼吼，云层来的时阵，伊就乱气流嘛。那气流我就足惊的安尼哦，那连阿弥陀佛都无效，那感觉安尼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，无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都讲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我唔讲，你需要停，我要落车，我都停嘞。飞机失事的时候呢，那一刹那哦，你根本你无都没有办法反应任何事情啦，今天啊。人生哦，唔是讲惊死就未死啦，所以就卖去甲惊到。就所以恁爱甲我解剖，我才会知影，才有肩膀哦。啊，肩带是吧？所以讲，有当啊，就是讲，其实坐飞行机愈免惊着啊，失事率比咱咧都开车更加少。这个飞行机哦，是一个。他是个机械物件啦，然后新手怕降落，老手怕起飞。哎呦！你要降落的时候，新的驾驶哦，拢得惊，因为对准哦，我另外唔对。水平都要稳就对了。啊，老手怕起飞，就起来时你弄个焦啊，油足大诶，焦啊，昏焦啦，哎呦，大恐怖了，你知？啊，像我咧惊发电机啊，贺大哥难道一世人拢无惊半项？我惊这主。你惊无钱呀？一惊要这主吼。来偷钱，即摆应该袂惊啊！即摆这主拢无啊！哎，对啊，即摆人惊你嘛吼，人惊来借钱啊！就是，惊的代志真多啦，但是你去面对他吼，你反倒觉得吼，其实遐拢无虾米好惊。啊，你若愈甲相片愈惊，愈惊呢？你出来把你坐无人机时，你甲窗门拍开，我靠，要拍开风遐尼大。亚文的意思，我咱人生哦，在面对一切啦。人生无常，啊对啊，面对一切，嘿，啊其实呢，人生真正无虾米。亚文唱了，想你想讲，有想要讲一句话，还想要做件什么代志无？就是要个钱咩？就我是我工作心内底话啊，啊你咧？我嘛就想要个钱。下流、卑鄙、垃圾，太多，你哪里做诶？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心理的感觉啊，敢会使给你钱？妹妹可以代劳吗？啊、妹妹有安慰。啊对，亚文冇安慰。哎呦，我有冇呢？啊不，不归咱两个对金好了。哎、欸，提到好像亚文也，哎、欸，可以讲到你的感情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听说你跟您安拢是以师兄这样相互相称啊？对啊，就我家师兄嘛。
哇，哇！不过伊也听讲哦，恁两个人结婚的时候，拢是爸爸妈妈做主的，对啊。听你比我还说你哦，不至于啦，就是爸爸妈妈很认定这两个男孩子啦，啊。我们两个感觉反倒是比较淡了一点，这样不是那么的，因为就是结婚以后才开始培养感情，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啊，什么病查波拢伫处理煮饭啊，煮囡仔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也有固定的工作。哦，这样子。在哪一家庙呢？好啦，人家结婚的时候，人家本来就一个工作的。哎，你讲师兄师妹啊，没我讲，没有都在实际里面。嗯，佛教徒哈很习惯称。师兄师姐，我家师兄，所以说晚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你就说，哎，师兄来吧，我就来睡觉这样。比如我请来供，你请来供，师兄请入房安睡，安睡。师妹请带路。就是师兄哦，那是大家这样子的尊称。那说的话，我叫男朋友。哦，叫男朋友，你叫老公啊？你对吧？是因为我觉得叫男朋友就好像是我今麦只等你交往呢。安尼哦。每一次都感觉跟他拄啊咧交往，感觉新鲜感有啊咧。每一次都好像第一次这样子，感觉真好啊。不过吼，你讲基本上像因公拢假菜吼，阿哥信佛念经的话，其实对哦，男女之间的情感就越来越淡了吼。不会很执着了，这样子。不会很执着。所以讲你嘛讲，所以讲你嘛喊你玩几球嘛，真少了哈。很少。几乎没有。啊，这样几乎没有。甲阮师兄讲讲，如果我以后啦，那有出家的想法吼。我嘛希望伊当新转官，啊，新转你安尼吼，所以讲伊即嘛下性命做，啊，无嘛，不然你嘛，你叫伊先出家嘛，叫伊先出家，啊，你叫伊出家，你嘛出家，挂断一代一代孙，一个孙是唔通，对啊，叫你当先出家啦，干嘛要挂安怎嘛？你当出家伊就还俗啊，无啦，哥。你真正跟你阿的感情呢？这是个性啊，是不是？非常好的朋友。好的朋友而已哦。现在还有住在一起？笔友是属于笔友呢，还是算网友？网友，网友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好搞笑。不是啊，我是因为用我们的朋友，这种婚姻，我们每种那种婚姻呢，那可能我的婚姻呢，这么薄，够一个，够一个责任的。对啊，我嘛是要问，现在我的婚姻三个月就离婚，你有时间你管呢？师兄师妹啊，你给我干嘛讲？连孽缘你那我多，你跟上结婚那么三个月，看我都超过了。啊，你那个你都乱伦，我连拢孽缘，你跟我吹话啊，对不？我先问啊，问啥子啊？闲来闲来哈。缘呐，而且看得比较淡吧。今嘛有多到底无？没有。哇，寡固无到底。啊，不是啦，我讲寡固无到底呐，寡固无到底，这不了解。我这段改的做预告了。不过吼，今日真正欢喜吼，亚文好像出新专辑吼。对，新专辑当中里面，其实有一点有几条新歌，两条新歌。两首新歌，家己写的新歌，啊，剩的拢是这个台湾红歌，就是台湾较快是红过的，很红的歌曲。甚至是讲，哎，感觉足好的歌，谁人来登东说没有大红大紫？有啥物歌你讲我听？敢有伊的妈妈请你唔当听无？我失败英雄，我啊，这是种都啊，拍什么？这两条拢无啊，我爱的迷惑。爱情列车长，你叫詹雅文来唱《爱的迷惑》，你看我都惊了。因为雅文不止歌唱的好，朱雅公他很有个人的特色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才华非常洋溢，对，写歌写出一个好听的歌曲，然后早期想厝的人，起码写出一个故事啊，受刑人就知道说，哦，想厝的人迄个感情咧都一样。不过你咧写歌，敢有啥物特别的灵感有无？较早写悲苦的歌较侪，悲苦啦、失恋的歌啦、艰苦的歌，但是后来。你从你生产店内底写啦吼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但是我介意讲伫这个半暝写歌，上好是落雨天，非常有感觉。哎，上好就是情好满吼，啊，就对。不是，电费拢甲关掉吼，啊，点一粒蜡烛嘞，啊，泡一个好茶。落雨天情好满，点蜡烛，啊，这个真美到。不是，我讲情好满。人伊是咧厝内内底，厝内内底啦。你有冇写过地地掉啦？哪只个人用管理冇写过？掉哪只地掉嘛？有冇听啊？盖气气的。被逼到的男人，这么瞎瓜行吗？
现在写歌很欢喜，因为我感觉鼻口的歌词我已经写不出来。哦。之前我做志工了后，我一直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。很幸福，我很感恩。其实我很感恩说自己这么幸福，这么有福报。所以那种鼻口的歌词写不出来，但是陈老板又要求说这是第一次写女人悲苦的心情。哦，陈老板不能这样悲凉为娼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他一直叫我说，上一次是江湖开的，这一次就要比较鼻这你最内行啊。我说我现在我以前在手片里面，有些专辑里面，他真的将这女人的个性都写出来。虽然女人可怜可怜，还是说有无奈嘛，但是说一个女人有一天一定我都跟你讲，行出来的时阵，不啦，这就是一种查某。永远你会记哩，查某人拢是痴情是梦，多情是空啦，我讲。但是真正吼，爱多爱自己，多爱自己，多爱自己，啊，甚至希望啦吼，天下男性啦吼，听小查某人啊，加一点点嘛。好，我听到，听到无？好，咱唔是加一点嘛，咱拢规百度，规百那个爱好。哦，那凡哥懂呀，凡哥对老婆太好了。还是音波太恰了，不是太好，太好，这是你衰了，是你衰了。我人嘿，我人徛了，我徛，我人徛啊，你莫只哦，是啦，我被我人徛啦，讲唔对啊，不要纠正。